阿公阿嬷，咱个看鬼，人人拢食百二岁，你讲好无？好。一回贵宾做花剪彩，结果四五个月整修，大石川刀山吊桥如今顺利完工，会当来通行啊。几年前刀山吊桥就因为年久失修，已经禁止通行。去年在立法委员马文君积极向交通部观光局争取经费之下，总算会当再现风华。差不多两三年前吼。啊，甚至三四年前，都是遐迄个嘞钢索吼，包括咱嘞桥面遐个迄款木材，拢是后裔。由立委吼来向咱嘞啊中央来欢迎吼，来争取这1100万的经费来建设这座吊桥啊，因为这吼嘛关系到咱大石川遮个居民吼出入的安全性啊，较便利吼。一透早，地方请来法师举办简单隆重的法事，为这班吊桥来祈福。一挂居民嘛，搭着祭品，带着虔诚的心来祭拜，敢那在办喜事同款。手机较早做事的时阵，拢爱为遮经过，如今会当再次踏上这班吊桥，实在真欢喜。较紧啊！我为遮过坐车就到啊，啊，即无你爱往北山去迄个啊，行足远的啊。啊，这样这班桥安尼有真欢喜。有无？当然嘛欢喜，唔则较紧倒来拜。我弟弟嘛伫遮过啊，啊都去山顶啊，当嘛有，开汽车去逛街，拢啊伫遮。大石川因为有南港溪贯穿的关系，所以分作东西两边。吊桥还未完工之前，拢爱坐往北山来出入，相当的不便。即马只要通过这班大约120公尺长的吊桥，就会当到中潭公路，缩短2-3公里的距离。啊，这座吊桥已经翻修了2-3次了，哎，对我们这些村民的进出吼，很方便。啊，那个小孩子要念书的话，坐车的话吼，不用绕到北山2-3公里了。原地去。国姓乡长林福峰、乡民代表会主席地涵河等贵宾，带领着居民行过新桥，熟悉地方，连穿着官大鞋女性嘛，行了真好势。从今以后就免阁再坐远路，会当节省真侪时间。嘛，因为吊桥所在位置有优美的风光，会当变成大石川甲北山两川一个新的观光旅游景点。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